低配版吃鸡到底有多搞笑？当那个男人出现后，这个视频已经就不简单了。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网络热门视频。燃起来了，但燃的不是很多。我想知道对面的车速到底是多快，居然把你撞那么远。好了，下一个。15秒就能看出你的本性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。按照一个人平时的言行举止，我们就能知道他内心的真实写照。首先拿出你的手机，用26键打出 SL， 善良的人就是天使，打出算了的人就是恶魔，其余的都是在天使和恶魔之间徘徊。你打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还可以这样玩吗？我来看看我的，打开评论区，输入 SL， 这我的怎么是算了？难不成是我淘汰的敌人太多了？那你们的是什么呢？好了，下一个。楼上那个叉叉 S， 你会地震抖屏身法吗？给我展示一下啦！妈的，受不了了，必须制裁好吧？好家伙，这是顶级陀螺仪吧？你们仔细看，这个背景好像就跟不上了。我严重怀疑，这作者上辈子确定不是个陀螺吗？好了，下一个。这就灭队了。这就那么简单？看完这个视频我也去试了试。怎么说呢，还好没掉多少分。好了，下一个。萤火虫点亮你的星光，是为我添一件痛的衣裳，自开马山心窗，遥远的望，是彩霞那一朵昨日的忧伤。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。好看是挺好看的，就希望敌人别看到这个视频，毕竟这可是人家拿命换的呀。好了，下一个。都多余了，爱谁谁。哈哈，这低配版吃鸡属实绝了。不过当我看到雨将军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视频已经不简单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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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